大家好，我是皮克，您国际桌球赛事好朋友。本赛事为2023年国际自由杯 U40 团体赛。在我们画面左手边是代表青春学员出战的高德和选手 AKA 德和集团总裁。而在个人成绩方面，曾经在云林县县长杯拿下过个人以及团体的双料冠军。而在我们画面右手边，则是代表 Total Swiss 巴马国际的林庆宏成年国手 AKA 师大男神。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高德和选手。高德和选手原名叫做高守和，由于小时候崇拜庄智渊，因此庄智渊当时在世界各地打比赛的时候，在彰化的眷村里有一个小男孩，总是三更半夜敲着里长的房门，用着稚嫩的童音说着：“里长伯伯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看庄智渊打比赛吗？”由于对于庄智渊选手的这份热爱与崇拜，因此高德和选手也练就了一身反手的本领，期许自己在中彰投一带能够成为下一个中部庄智渊，并且期许着有朝一日能够站在国际的舞台上与国手们一争高下。而这一天，梦想终于成真，因此 PP 克称本赛事为梦想之战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究竟德和选手能否拿下国手的一局呢？等等，什么？已经拿下一局？哇靠，不说了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时间小少过去了，又告别讲再会了。你若是看了有介意，订阅搞到几月去？我是皮皮克，您国际桌球赛事的好朋友，咱们下期见。